特别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，我们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，开展抗击疫情、人民战争、阻击战，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。 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，增强文化自信。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力量。面对台独势力、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台湾事务的严重挑衅，我们坚决开展反分裂、反干涉。 重大斗争，展示了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、反对台独的坚强决心和强大能力。